大家好，我是杰西，今天要跟大家继续看的是多益必考单字，这边是从多益测验关键字汇书里面出来的第161到180。那假如你没有考多益的话，也是一样可以参考一下，杰西会把每个单字念两次的英文，然后词性中文再加上例句也会念两次。好，那都会找一些比较简单的例句来帮助大家记住这个单字。首先我们看到161这个单字叫做 date 是名词，它是日期的意思。What's today's date? 今天星期几？它可以当动词写日记。啊，顺便再讲一个，它可以当名词当枣子。我们吃的绿色那个枣子，还有无花果，其实就是叫做 date。好，例句 ：Make sure you sign and date it at the bottom. Make sure you sign and date it at the bottom.Make sure 是确认，确认你要怎么样呢？签名，然后再写上日期，在底部，底部就是最下面的意思 ，at the bottom。162 deadline 名词，截止日期。 dead 是死掉的那个形容词，对不对？死亡线就是一个截止的日期，这样很好记吧，马上就可以记起来。 deadline 啊，死亡线要到了。例句 There's no way I can meet the deadline. There's no way 就是没有，没可能啊，不可能。我可以怎么样，我们常用 meet the deadline 就是符合上截止日期，就是在期限内完成啊，我一定没有办法在期限内完成。 meet the deadline 这个片语可以记一下。好，163 debit card 是名词，叫做转账卡。这跟我们一般的信用卡不一样，信用卡你账户里面没有钱你还是可以用，但 debit card 是你账户里面有多少钱，好，直接你在刷这张卡的时候直接就把你扣掉，这叫 debit card。 好，例句 Can I pay with a debit card? 我可不可以用我的转账卡付款？好，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用转账卡付款，台湾的话好像没有那么普及，在国外的话有些城市有些国家是蛮普及的。好，164 debut 最后这个 T 不发音。好，它是名词，首演的意思，公演那种首演，第一场，第一张专辑，第一长袖都可以叫 debut。 然后 debut 这个字重音在后面，但有的会念 debut 也可以，那杰西是念，北美的话是念 debut 比较常见。好，例句 This is her debut album. 好， album 是唱片，好，专辑，这是她的第一张唱片。好，这边就可以这样子讲。165 decision 名词，决定，它的动词是 decide, D-E-C-I-D-E, 那 decision 是名词，决定。例句 He had to make some difficult decisions. 他必须要做一些困难的决定啊，我们人生当中都要做一些困难的决定，对不对？ Had to 是 have to, 必须的过去是用 had to. 好，166 dedicate 这个字是动词，奉献，等一下会讲到它的名词在下面，去 E+ T+ I+ON 就变名词。好，那它的形容词叫做 dedicated, 加上 D 之后，加上 D 过去分词，很多过去分词都可以当形容词用，这个字也可以。那这边例句 The book was dedicated to his mother. 好，这本书是奉献给他，献给他母亲的，就是在书的时候一开始都不是那种前言的地方就会写啊，这本书要献给谁的，这时候就可以用这样的句型来用 was dedicated to someone 这样子。那它的名词 dedication 就是奉献的意思。例句 He thanked the staff for their dedication and enthusiasm. 好，他谢谢他的员工， staff 就是员工，所有的员工们， for 为了什么的原因啊， for后面常加原因，为了他们的奉献跟热情。 enthusiasm 这个字超难念的啊，就是对某方面有热情这样的意思。好，168 detective 好， detective 是名词，侦探，这个字为什么跑出来我也不知道，但是 detective novel 就是侦探小说，像假如你跟杰西一样喜欢看什么亚森摩平福尔摩斯那种侦探小说，叫做 detective novel。 好，例句She hired a detective to find out if her husband was having an affair. She hired a detective to find out if her husband was having an affair. 好，她雇用了一个侦探来做什么事情呢？来发现，来知道，找到。后面这边是一个名词子句，是否她的老公是有外遇？有外遇叫做 have an affair。好，这个杰西有一次在
星巴克上课的时候，就听到旁边真的就是一个要雇佣侦探来找老公有外遇的，真的听了吓了一跳，原来这个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好， 169 delayed， 好， delay 是动词加上 ed， 它这边变形容词延迟的。好，就是知道大家知道延迟的，最不喜欢他搭飞机的时候遇到的事情，搭火车的时候遇到，就不喜欢这种延迟。除非你迟到，除非你迟到了，那你不然你不会喜欢他延迟的。好，例句 ：The flight was delayed because of the bad weather. The flight was delayed because of the bad weather. 好，那班机延迟了，为什么？通常都是因为天候不佳。好 ，because of 你这边也可以用 due to。The bad weather, because of 跟 due to 后面都是加上一个名词，假设是 because 的话，后面就要加子句。好，这个可以记一下。170 deliver 动词，好，是运送，它的名词是 delivery, D-E-L-I-V-E-R-Y delivery, 好， deliver 运送，送什么东西到，比方说 Uber Eats 送食物到你家。好，这时候你可以问他什么呢，例句 How soon can you deliver, 你多快可以运送。杰西很怂，杰西还没教过 Uber Eats 或 Food Panda， 所以不知道这个可以这样问吗？好像没有办法问他你多快可以运送到，多快可以运送，可以送到的意思啦。好，171 demand 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动词，它都是要求、需求的意思。供大于求，供给是 supply， 需求叫 demand。好，例句 ：Good teachers are always in demand。Good teachers are always in demand. 好，好老师总是就是有需求的，叫 in demand 这样子。好，这个句子没有问题。下面172 demonstration 名词，它可以当示范，它也可以当示威。那个 protest 上街示威游行那个也可以叫做 demonstration。它的动词是 demonstrate， D E M O N S T R A T E。好，那名词就是去 e 加 i o n。那这边我们用的是示范的例句，例句 She gave us a demonstration of the new software in use. She gave us a demonstration of the new software in use. 好，给示范就用 give 这个动词，给我们一个示范，什么样的示范呢？新的软体怎么使用的示范，这样子。好，173 dental 形容词，牙齿的，牙医叫做 dentist， D-E-N-T-I-S-T， dentist 是牙医，那 dental 就是牙齿的。例句I'm calling to make a dental appointment. 好，我打电话来的目的是什么？英文常会这样，我就为什么要打电话 ？I'm writing to 什么 ？I'm calling to 写信一开始就说 I'm writing to 对对对。好 ，I'm calling to 我打还是要做预约 ，make an appointment。好，那这个 appointment 是 dental 牙齿的预约看牙的这样的意思。174 depart 对不起。Depart 是动词，出发的意思，就是你比方说飞机几点飞，这个就叫出发。好，例句 The plane departs at 10 a.m. The plane departs at 10 a.m. 好，这个飞机啊是在早上10点出发。那它的名词就是当你去机场的时候，会有一个是出发的，一个是抵达的。那个名词叫 departure， D-E-A-D-P-A-T-U-R-E， departure， 然后它的相反的抵达区叫 arrival， A-R-R-I-V-A-L， 一个是 arrival， 一个是 departure。 只要你有听过杰西在讲的时候，杰西就讲这两个部门不要弄错了，一个是出发，一个是抵达。所以你要出国的话，你就要去 departure。 好，你要去接人回来，你就要到 arrival， 这两个要特别注意。再来175 department 部门。好，什么什么部门，这个应该这个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最常同学弄错就是 department store， department store 是百货公司，百货公司不能只讲 department， department 是部门。常常解析之前自己在写讲义的时候也不小心写错了。好， department store 才是百货公司， department 光 department 是部门。例句 He works in the personnel department。Personnel 是人事，人事部，他在人事部工作，就可以这样子讲。好，再来176这个字常看到 depend 动词取决于，我们常说 it depends、啊、看情况 it depends， 大家最爱讲啊，看情况。好，例句 I might not go it depends on how tired I am
I might not go. It depends on how tired I am. 我可能不会去啊。It depends 就要取决于怎么样，我有多累。好 ，depends on 后面加名词的话需要 on， 后面加的是一个名词子句的时候呢，可以有 on， 可以没有 on 都可以。这边稍微注意一下。好，接下来177 deposit 是名词，它可以当存款。存钱，它也可以当动词存钱的意思，但这边我们在多益比较常看到会是定金。好，这个定金例句 We have received your registration form and deposit. We have received your registration form and deposit. 好 ，We have received 我们收到了什么东西 ？Registration 就是注册登记，登记的 form 是一个表格，你的登记表格，还有你的定金 deposit 这样子。178 describe 动词描述。例句 ，Can you describe her to me? Can you describe her to me? 哎，你可不可以描述她给我一下，让我知道一下这样子。然后最难的就是杰西在上绘画课的时候，叫同学说 ，Can you describe yourself? 好，你可不可以描述自己？大家就要描述自己真的是很难的。好， 179 design 可以当名词，可以当动词，都是表示设计的意思。例句 ，I don't like the design of this armchair. I don't like the design of this armchair.我不喜欢这把手扶这个手扶椅的设计。什么叫手扶椅？在英文的话，沙发 sofa 是两个人以上的才叫沙发。虽然那个材质是沙发的材质，但是单人的沙发我们叫它 armchair。好 ，armchair 中文翻手扶椅。记得双人座椅上才叫 sofa， 单人的话叫 armchair。好，今天的最后一个字是很开心的字，叫做 dessert， 名词甜点。好，主餐是 entree 或 main dish， 对不对？吃完之后就要吃 dessert 点心。例句 ：What are we having for dessert? What are we having for dessert? 我们甜点要吃什么啊？很开心，到底甜点要吃什么东西？好，那甜点跟点心，点心那个字 snack s n a c k 不太一样。甜点的话是饭后吃的，有没有？就是蛋糕啊、派啊这种的。那 snack 的话可以是甜的，可以是咸的。肚子饿的时候，餐与餐之间的，比方说现在是晚上宵夜，可以叫做 midnight snack 哦。我写一下好了，我觉得我在讲的时候好像应该把它也写下来 midnight snack 或者是 late night snack， 这个都可以叫做宵夜这样子。好，那今天的单字的部分就到这边，那总共又累积了60个，每60个单字的话杰西就会把它放到部落格里面，所以你想要预习复习不是预习，你想要复习，预习没有办法，因为杰西讲了你才知道，想要复习的人就可以到杰西的部落格，那连结会在影片的下方。好，那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建议都欢迎留言。今天的多益必考单字就看到这边，谢谢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喜欢的话欢迎按赞，然后麻烦订阅杰西的 YouTube 频道，杰西有脸书跟部落格，也欢迎一起追踪按赞哦，谢谢，明天见，拜拜。